OK， 来，好了，不要浪费我们进去了，大家拿纸出来 ，ready 写一些东西 ，OK， 哎呀，来这个，啊，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个作文纸，那所以我们现在给你们发表一下这边的讲法，听清楚，OK， 今天我们班是到5点到6点15分，我们来讲完它这个，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环境了啦，我们看看这份，那。 最后一个东西啊，我们讲关于到那个作文的，然后你要自己写文章给我啊。All right， 所以我们看这边，今天我们看一看可以讲完吗？一下啦，希望可以讲完所有东西。Standing S U C K， 这个我们讲了多次 ，suck，OK，、okay? 在我们的 form one 啊、form two、 form three 也是有讲过，我们做一个复习一下。所以我们看一看这边所表达的东西很简单，大家请看一看。 第一个 S U C K 我们学了一次，大概记得多一次这个所谓的同义词 S 就是我们的 sebab， 同义词有punca、 alasan 跟 faktor， OK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同义词 for sebab、 punca、 alasan 跟 faktor。 关于到自己本身呢，就是说如果你考试的时候问的问题是关于到问题啊，关于到原因啊，自己本身啊 ，OK 就是要记得 theory sub theory，OK。 比方说，你第一次地理的话，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 bonding school 啦 ？OK，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就是复习啊？为什么会有 bonding school 啦？为什么会有觉得呀？怎样来说啊？因为自己的那个 agama 不够 strong，pegangan agama yang tidak teguh，OK， 不刚刚 agama 不够 strong， 然后你那母尼道德价值观没有啦 ，moral 你的那个道德咯 ，OK， 还有 nafsi 比较自私。 同义词，我们定看 theory 是 theory， 也是叫做所谓的那个知识。OK， 本定 theory 啦，这个也是叫做知识。All right，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那个本定看。OK， theory 是 theory， 然后大数就是你的 desire，OK，、okay? 你的那个欲望，还有这个地方本当工交往。All right， 就是自己本身的东西。然后第二 ，for 一个 family member。 OK， 这个 family member 啊，我要讲的东西。 OK， 为什么 family member 会让旧孩子变成一个坏蛋？因为第一，很简单讲的，就是爹地妈咪很忙，忙于自己的事业，可家业叫做 career， 他的自己的事业。 OK， career 有另外一个字叫 K A R R I E R，All right， 然后第二就是提到强大，什么强大？强大意思叫做所谓的关心。 这样提到强大的意思呢，是叫做不关心 ，OK， 不关心，就是我们的孩子完全是不被爹地妈咪关心 ，OK， 然后提到不要定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注重他，本奥帕干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叫做忽略，本奥帕干的意思叫忽略，还有这个所谓的缺少爱，这个字很帅，的单独三，刚才三样叫做缺少爱 ，OK， 啊，有些人。 从小到大要求什么，妈咪都不给；要去哪里，妈咪都不给；小学要去旅行团，毕业典礼，妈咪都不给。啊，长大过后就很容易被骗，因为一个男生跟你讲，我带你去玩呢 ，OK， 我带你去做好一些东西啦，他就被骗了，不过去了。OK， 这个是我的 issue 啦。All right， 然后下一个点呢，这个你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啦？为什么学校也是一个 issue？ 这个就讲法就是一个原因。 OK， 因为第 peraturan sekolah yang longgar 太过简单了，打架骂架没有问题，把裸照拍上去放 Instagram 没有问题的 ，All right， 这些人，哦，不是，你们不是这个人 ，All right， process 因为太松了 ，OK， 如果是我看到那个学生上裸照，我也不懂他讲错 ，OK， 我真的不懂他讲错，真的不懂，你们觉得我应该要讲错？ 警告，最多只能警告。啊，不，不能关。听呼吸一个礼拜。你这是啊，mindset的问题吗 ？OK， 不然这样。他在家里更夸张的事情你也不懂，不然就在家里。也对的 ，process pembel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orry 啊 ，process pembelajaran dan pembelajaran yang membosankan、很闷的教学 ，OK 啊，老师吸引不了他们继续读书。不如喊你们门听干 prestasi academic， 老师只顾着成绩好的人，偏心，偏心的各位叫什么？比雷卡西
OK， 比例那些，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偏心。所以老师只顾着好的学生，每个老师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偏心。所以你要受到老师关照的人哦，他们都是很容易考试作弊的。差不多这样讲，因为作弊老师也觉得，哦，你作弊啊。啊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查还是有原因。OK， 那讲废话 ，OK， 很负能量。OK， 拉杆 supplier， 什么是拉杆 supplier？ 之前 Mr. 有讲过，朋友有分三种，第一种大过你，第二种比你小，第三种是跟你同样年龄。而在你们这般生活区里面呢，最跟你们最多最多接触的，一定是跟你们同样年龄。很少人风花有认识风花工作的小弟小妹妹，都是称为他们的小女孩。OK， 所以 Rakan Supplier 叫做所谓同样年龄。那这样为什么同样年龄朋友一起会做坏事呢？为什么受影响？因为第一 ，the good thinking kill card 学生字 ，what is the meaning for the thinking kill card？ 叫做被冷落，因为他们担心被朋友冷落。哎呦，不够朋友咯，叫你吸烟你又不要，两支烟你又不要吸咯，哎呦，玩家啦。Just try, never try, never know. Okay, belum cuba, belum tahu. Sudah cuba, tiap-tiap hari mau. Alright, so 我们看，怕被朋友冷落，怕被朋友背锅。Okay, 那没有很少朋友跟你讲一巴掌盖过去，你跟我读书好不好 ？Okay, 一巴掌盖过去啊，你跟我读书好不好啊？吸烟的话，由来是下啦，俺姑姑吸一支爽爽哦。可是读书没有人这样子的 ，OK， 很少，不是没有，是很少，可能有了 ，OK， 一大巴掌盖过去，啪，你醒，振作，振阳，振腰 ，OK， 振作嘛 ，All right， 所以你们要好好醒来读书 ，OK， 啊，不要被迫，好了，他们不在 ，The boxer mengikuti tingkah laku kawan-kawan， 也被逼的去 follow 孩子朋友们所做的东西。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你把这个勾答案啊，外生命令佛勾答案 ，seduce， 什么是 seduce？ 就是人家叫你做任何东西，一直吸引你过去。做好事就是。再讲讲讲。啊 ，hypnotic， 不要紧不要紧，那些好什么东西也是可以叫 seduce 吗？吸引的东西也是可以叫 seduce 吗？不用紧。OK， 我们继续来下一个社会人士 ，bersikap apati 这个字帅，什么是 apati？ 不是卖那个所谓的广告啊，这个 apati 是那种所谓的，不要以为是那个卖那个粉广告。apati 的意思叫做关心，所以漠不关心就代表不关心。bersikap apati 就是不关心的，人家跳楼不用怕，打电话先。人家跳楼不用怕，打电话 report 先。人家撞车不用怕，打电话 report。你没有看到为什么撞车要塞车？因为给摩看，来一直看一看，哎呦撞了，哎呦看什么看什么看多四个字，给、okay? 啊车牌只有三个号码就对，哎呦浪费我时间，那讲 ，OK 不会去救人家，反而是马来朋友、印度朋友他们比较热情 ，OK 他们会过去帮助的。What happened? Do you need my help? This man 那样子 ，OK 我们华人就是给摩，可是不会帮忙，阿巴蒂。OK， 阿巴蒂讲 sorry 啊，讲真真的啊，大哥的难得 masyarakat， 因为是啊，大哥的难得 masalah， 怕有问题的发生，然后提到强迫档案不插手，还有这个 strong 的谚语，的不不不落啊，独步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的袖手旁观 ，OK， 冷眼旁观看罢了，不会去旁观 ，OK， 然后下一个 media masa 媒体。mempertontonkan kegembiraan. Semua dia mempertontonkan. 就是他播给你看。Mempertonton 是你坐着看。Mempertonton 是他播给你看。那个所谓的快乐，当你们正在做各家的手续的时候，他让你们喂，原来做这个坏事是好的，很 fun 的，很爽的。He don't despair.Meniru aksi yang berunsur negatif, berfikiran mentah jadi orang bodoh. Okay, ini jadi bodoh. Masih belum matang, kecil kecil bodoh. Mereka mudah terpengaruh. Dan ada satu lagi yang kuat,
Dara 是达芬比达，太年轻，没有经验。还有是达芬，加工公司非常的年轻。然后另外一个生字就是那个 Mr. Dichemari 啊，这个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哦，正在拍啊，以为自己学网红啊，拍完这些不三不四的照片呢、啊，放在那个 Instagram 啊，叫你们 like 这些人。OK 啊 ，All right， 说、so、这种人是其实很 sad， 你们要多多关心这种人。OK， 好了，收下一个。那不单只是男生，女生也是有这样的啊，不是男的啊，大家懂吧？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跟大家三分钟热度，看看看看，大意哎呀，做事情不会认真持久，没有持久。讲好今天要做这个，哇，完全别想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没有什么干了。Right， 另外一个谚语 ，lepaskan batu di tangga， 做事不认真。OK， 第三门弯花式干五道单词加的 gas， 就说不严厉的执行法律，还有法律第三的设定报，就说那个所谓的那个所做的那个法律跟那个所谓的那个那个惩罚跟那个所犯的罪是不相称的。我犯罪，可是我好像我偷了一只。肯德基一只鸡，我去坐牢。可是如果我偷了人家国家几百万 ，OK， 我只是坐牢两天，偷了一个肯德基，我坐牢三十天 ，OK， 完全是不公平的 ，OK， 有这样的法律啊。其实是有点好笑啦，如果人家讲的话，你偷肯德基的那个 KFC 的chicken 吗？鸡吗？对不对 ？OK， 是代表什么？代表你没有钱的嘛，对不对？那你坐牢长一点哦。为什么要坐牢长一点时间？那你可以吃免费的餐。哎，搞笑哎！来，食物的重要。穷到没办法，东西他就偷咯啊，所以坐牢好。为什么 ？Free lunch。OK， 那 global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全球化。我们遇到什么东西都让努力。哎 ，global 哦。Brand Dunia， 现在我们有没有 Brand Dunia？ 没有，但是我们有俄罗斯战争，打这个乌克兰。Mementingkan kekayaan， 顾着那个所谓的财富。Rakus 就是我们的贪心。Mengabaikan isu alam sekitar， tiada pembangunan lestari， kecanggihan teknologi rasuah， 还有这个所谓的 COVID-19 也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啦。还有整个大 issue 包括了我们的这个篮球。OK， 水灾也是一个本加的阿拉伯，本加的阿拉伯也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天灾，非常不好。OK，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巴列来讲方法，刚刚这边所有的东西是归到原因。OK， 现在我们转一转，这边东西全部归到方法的，你要记得做复习啊。如果考试问你方法，你的关键字要讲写 ，kita mestilah。Kita hendaklah, kita seyogianya, kita sewajarnya, 这些什么的字 ？OK， 那 kita mestilah, OK， seyogianya, OK， 然后这个wajarlah这些字 ，All right， OK， 然后下一个，你看一看这边 diri sendiri， 刚刚我们讲为什么自己会做坏事，因为阿伽门不懂，什么阿伽门？最好的那个新那个古兰法阿伽门就是。这帮人没有阿伽门，所以他们不能分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分不到。所以有阿，所以国语就是提到当班门杯子干不干两分多，阿伽门啥啦 ？So back to here， 回到去这个，如果你听不是讲方法的话，我们要讲 setiap insan， setiap pelajar mestilah mempunyai pegangan agama yang， OK， 一定要有一个坚固的那个pegangan agama， 你来努力道德价值观。Moral 那个所谓的那个道德，然后第三bersifat bersikap nafi 不要这个所谓的那个自私，还有这个第三mementingkan diri 纯粹把刚刚所有的东西写反义词罢了 ，OK， 然后下一个啊。然后下一个点我们看看这边 keluarga 作为父母，我们要讲座，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要抽出时间关心，给注意 ，OK 啊，还有尊敬啊那个孩子，然后还有这个给爱，给那个所谓的 Bergawan Master， 不要忽略孩子
像之前 Mr. 也是有分享过一个 strong 的 point parents OK pair 就是班导 A 就是阿加兰 阿嘎巴 和摩尔 R 就是罗巴库 修哥库 这个没有教过的 OK 就是我的家 就是我天堂 N 就是 entity 维达利 N 就是你来 无力 然后 T 就是党工交往 So as a parent 你要记得这个 parent 看到吗 P E A R E N T 可是英文字 parents 不是有 S 的 对吧傻呀 OK 这个字 So it's parents then more 这五六个的东西 之前有写过 OK parents 要做的东西 parents 的第一个 P 就是搬到去观看 我是 pre-hunting 关心 OK 搬到就是监督 monitor OK pre-hunting 就是关心 Agama 就是我们的那个宗教 Rumaku Sugarku 就是我的家 就是我的天堂 Entity Mitali 是什么意思 叫做可以模仿的榜样 可以模仿的榜样 然后你来努力 打工交话 还有sayang 啊卡西sayang 什么来的 Alright, yes. Okay, okay, 来走下一个 Sekolah 学校 Okay, 学校可以做的东西是门跟单看 Peraturan, rotan, kantung sekolah, menggunakan teknologi digital di dalam kelas supaya menjadikan proses pembelajaran dan pelajaran menarik dan menyeronokkan. Lalu,老师 bersikap adil. 还记得刚刚我讲的东西吗? 变心, 还记得吗? 所以,我们要讲老师要非常的那个公平, 彬彬看, 但 counseling 很重要, 一定要需要辅导那些学生啊, 拍卖不三不四的照片啊, 放insta 一定要好的辅导, OK? Alright, 所以, 我辅导你们，我学会辅导你们，不能，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All right, so 下一个 rakan sebaya, yes. 我们要好好的去用这个所谓的那个 technology digital 科技，好像我们的 Samsung 那个东西，在班里面弄到这个班变得更好玩。OK, okay, fun learning. 大家刚刚这样子给你们玩一个游戏，写号码的，虽然很刺激，因为我不用读书。 OK, 好了，下一个 rakan sebaya 就是我们可以勇敢的拒绝朋友的这个邀请。他叫你做坏事，你要勇敢拒绝；做好事，你不要拒绝。Hello, OK, 不要讲 man 啊，全部的巴利啊，全部的巴利啊，戏言你不拒绝，叫你读书不拒绝啊，不要戏言你不会讲的，来试下，读书好不好？你不会讲，来试下，没有的，讲我不要。 Right 啊，难试哦，因为你要没心，要没想，试下要怕试很久，吸烟，一支烟，一下子 ，OK， 啊，怕上瘾啊 ，All right， 你读书为什么不要读久一点？因为你怕上瘾，是不是？我怕我读上瘾，我就玩不到我的 game， 我怕我读上瘾，我不能睡觉。OK， 来，选择对的朋友。 然后，Tidak sesekali bersahabat dengan ulam besar. 这个 strong 的谚语，我们直接有超过。不要跟坏人做朋友，选对的朋友。Okay. 然后下一个 ，masyarakat mengikis sikap 那个 abadi. Mengikis 的意思叫做去除那个不好的那个态度或不管什么态度。 menggurukan bantuan 给这个所谓的帮助 不要袖手旁观 OK 要好好的去做好排行第二东西啦要好心啦去劝告人家不要做坏事对发生的事情要好的去那个所谓的关注 OK 然后 for media master 呢要记得一个东西媒体要做东西呢很简单不要播买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要稳定 Menyunting 就是 edit OK 好好的去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过滤 OK 不要给他们看买那些所谓的那个色情片啊暴力片啊电影可以播但是你要割掉好像如果你在外国里面把那些三级片电影的暴力的放出来
那个整个电影就十分钟了。OK， 所以进去坐着，坐着拿 popcorn 吃完十分钟就可以出来了。Alright， 这样你就看了不三不四的影片了。Alright，OK， 所以要把它给过滤，明白吗 ？Alright， 所以你知道外国很多不三不四的照片、影片啊、三级片啊之类的，如果马来西亚全部看完。把重要的东西全部看完，剩下一个开场跟结束罢了。Alright， so 我们拿 bis 叫做过滤，过滤叫做 filter。OK， 然后就是然后那种 kissing 啊 ，kiss 的那个 scene 啊，在那个电影里面不是被看了没？哎，你没有看过电影没？你看哆啦 A 梦吧，是不是？有啊，这个叫我拿 bis 啊。OK， 没事没事没事。Alright， 我们要把这种所谓的色情的东西、暴力的东西给割掉，让他们不要涂入我们的思维，不要动。Alright，so 本雅卡菲勒两个温素 positive， 播多一点照片，尤其是我的照片。Alright， 还有这个本雅卢卡 message positive 正面的那个 positive， 然后不要涂入年轻人的思维。OK， 政府的话你要记得一句话 ：pursue up serious 认真。本案发生，稳当稳当，那个所谓的好的执行法律公平，对于任何的那个所谓的人民的福利是非常的敏感关心啦。OK， 然后稳达瑞拉布达拉的蹦什么意思 ？OK， 四个字，小心翼翼。OK， 然后 perfectio sebelum berkata berunding sebelum buat 三思而后行。气死而后言 ，OK。然后 for 这个 NGO 的话，就是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的国语名字叫做 Perduhan Bukan Kerajaan。OK，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私人界刚好的做好东西。OK，WWF 慈济慈善机构要举行一些所谓的那个 campaign， 这是当然。OK， 好了，走，我们看下一个 ，Next。All right， 准备啦。OK， 这个我们之前有写过了，研究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写过。新荣检查一下有没有写过这个，新怡检查一下，环境看一下有没有写过，好吧，那检查一下有没有写过。好了，有没有写过？没有啊。好了，我们看一看这个。OK， 好了，我们看这个东西。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Alright， point 这个东西啊。Alright， 你们看啊。我们要讲去写这个所谓的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的写法，叫做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memainkan peranan yang afdal， 或者是讲读的是英文字的，啊，这个也是叫国语字啊，也是可以啊。dalam usaha membentuk masyarakat penyayang yang sememangnya ditakdirkan oleh segelintir anggota masyarakat。OK， 如果你的题目 ，OK 是讲这要形成。那个所谓的那个爱的社会，
All right， 它就是要用这个 NGO 有一个很重大的这个责任来形成这个 masyarakat yang penyayang。 Sememangnya ditahankan oleh segelintir anggota masyarakat。 Huraian di mana ni ada BMK， 什么是 BMK？ 你要解释咯， bagaimana， mengapa， 还有这个什么的 kesan， 比如说 how ini dikatakan sedemikian kerana maklumat utama， 这个所谓的 pertama priority， 我们的这个 pihak NGO 是要好的照顾我们的这个 pinggir， 而照顾社会的福利。 Yang ditimpa malapetaka. Malapetaka 就是一些灾难，就是说我们的 NGO 呢，要怎么样塑造一个爱的那个所谓社会，就是这个是它的题目啊，黄色的啊。Alright， 第一大个概是被渴望。Alright， 被渴望。学一些这个东西。Alright， 然后这个就讲我们这是因为一些所谓的那个NGO 主要的那个所谓的目的。 就是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民的那个福利，还有这个所谓的受灾难的那个活动。那如果你的题目是要讲的东西是这样子 ，cara mengatasi masalah banjir，OK， 讲出一个方法怎么样去解决水灾的问题。OK， 你的答案是这样子的，一样 ，NGO 有很重要的责任。 来解决水灾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解决水灾呢是大家都想要的。但你就不用写我让 miskin 啊，所以你看我讲法 ，NGO， 如果你题目是用 NGO 来写啊，你的答案就是 selain pertumbuhan dan kerajaan kuahu NGO memainkan peranan yang penting yang aktif yang vital dalam usaha mengatasi masalah banjir yang sememangnya。 OK， 你打个杆 ，OLE， 什么 Malaysia 也是可以，setiap Raya Malaysia 也是可以，看讲话啦。How ini dikatakan sedemikian kerana 为什么 NGO 出现？它主要的目的是来干嘛？你可以写 maklumat utama， maklumat dominan， maklumat pertama， maklumat priority， 是来好好的照顾大家的命运，不管你是好人还是没有好人，有钱人还是穷人，他都要照顾好你的 fate 的命运。 而照顾好 masyarakat 的福利 ，yang ditimpa malah tetangga。OK， 来先写下去，先这个 copy 到，把它给抄下去这个。OK， dalam hal ini， pihak NGO haruslah memeras otak untuk mencari pendekatan yang paling baik， 或者是 optimum。 来让到你们这帮人醒觉，关于到这个所谓的那个根本的案例来分享一下。换句话说 ，OK，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它讲着这个所谓的 NGO， 它可以做东西。因为你的题目我刚刚讲嘛，如果你的题目是那种所谓的 “charge”、“charge”、“不干大西班”就的话，第三句应该讲写。 第三句的写法，你可以讲 dalam hal ini， 在这个事情里面 ，NGO haruslah memeras otak， 绞尽脑汁，找最好的办法来解决 masalah banjir。黄色的话是看你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point， OK， 看你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题目来改的。如果你题目是讲的这个门本都 masyarakat penyayang， 全部是门本都 masyarakat penyayang。 但是如果你题目是讲这解决水灾的问题，听了，放心啊，你就要全部写端倪到水灾的问题。OK， 明白？知道吗？我来写下去。OK， 好，下一个，不用写，先写这个先，下一个表。啊，看来 contohnya， 我们的如果这个你在上面的题目里面给我注明啊，这个写法是 for NGO 的写法。OK， 这个写法是 for NGO 的。All right， 这个下一个点 ，contohnya pihak NGO boleh membuat perancangan rapi bagai menarik rambut dalam tembok， 大家专心。然后好好的去 mengambil tindakan yang tepat 来解决帮助我们的社会人士 ，OK， 因为你 COVID 啦、水灾啦，全部是不好，已经是绝望了的，叫做 layang layang to study，
Akibat 这个所谓的那个补习班 COVID-19 okay, 或者是 改你的题目咯，看题目改变了，可能你的题目讲 Banjo 你就讲 Akibat Banjo Akibat、那个gempa bumi yang datang seperti ribut pergi seperti sebut 什么意思？来得快，去得慢。OK， 来就很快，去就很慢。以便这个 nasib malam dolongan ini dapat terbaca。所以就是说，不管你什么题目都好，你就用这个版本来写。但是问题是，它版本的话，你看到这个黄色东西你要改，看到黄色东西你要改，明白吗 ？NGO 可以做东西，看到黄色东西你要改。Alright， 然后下一个 the gasnya peranan yang dimainkan oleh NGO bukan sahaja dapat membawa rahmat， 看到吗 ？Rahmat 就是恩赐，那什么叫恩赐吗？带好的东西 ，blessing 知道吗 ？blessing 啊 ，blessing 给我们的国龙干 blessing 好了。好了，这大笔就得本章又看这个所谓的在本章样 ，OK 啊，这大笔就得本有了三个 masalah maju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secara kekalan 就说可以永久性的解决这个 issue。来下去这个 ，OK 谚语，你看很多个不同谚语，嘣嘣嘣，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广东的省字。Okay, 来，也是一样，我给你一个版本。OK， 就是我给你一个 template， 你考试的时候你看那个情况来做改变。OK， 我给你的 template 是关于到拉杆斯巴耶的。OK， 你看第一段啊。OK， 拉杆斯巴耶 ，memainkan peranan yang aktif 这个一样东西，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朋友拉杆斯巴耶，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那个peranan yang aktif，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mustahat 本定，或者是这个 vital， right 都是非常重要的，来好好的去影响我们的一个人的思维，或者是一个人的 nilai， 是 laras dengan pendapat， 然后你丢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叫做 Hamka， 这个之前有讲过了 ，Hamka 是一个出名的人 ，OK， 不是姓陈的 ，OK， 所以如果姓陈的话叫什么？If you know, you know 啦。If you don't know, then you don't know 啦。所以我们看这个 Hamka yang mengatakan 这个所谓的 Asian 看不懂。Rakan yang baik akan membawa manfaat, manakala rakan yang jahat akan membawa kutaran. OK, 所以如果好的朋友就会带来好处，坏的朋友就会带来坏处，就是很简单。但是你前面讲一个 Hamka， 但是你考试时候你要问。我不用问的，所以是 Hamka。Hamka 我介绍给你听 ，Hamka 是印度尼西亚出名的作家 ，OK， 很出名的作家 ，from 印度尼西亚死了的，去世了，死了 ，OK， 所以他有讲过一些话，我就记得了。然后下一个点，本亚达伊尼呢也证明了 ，Rakan sebaya merupakan individu 或者是 insan yang paling erat bagai isi dengan seseorang remaja selepas ahli keluarga。Malahan kemungkinan besar antara kedua-dua, 这个所谓的 persahabatan yang ini antara kedua-dua remaja lebih akrab, atau lebih erat, lebih rapat berbanding dengan hubungan ke ahli keluarga. 就是说跟我们的 family member 一样 ，OK， 可以拉近关系。就是说我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朋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第二段。因为朋友他是一个所谓的最接近我们，除了我们的父母之外，严格来说，有时候你的好朋友比你的父母来的更加接近。你的秘密 secret 不会告诉你的妈咪，但是你会告诉你的。OK， 你喜欢谁谁谁，你不敢跟妈咪讲，跟妈咪讲什么 ？OK，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东西，可能妈咪会懂，但是你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东西，你不会 100% 告诉你妈妈。你保留30%，保留40%，甚至不保留98%，妈咪只懂2%罢了 ，right 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朋友呢，尤其是给你们同年龄的，他是很容易影响你们思维的人 ，OK， 所以要注意，要小心 ，OK， 来小心先。Sebagai rakan sebaya yang baik， 作为一个好的朋友。OK， 你要详细写这个 point， 我们要好好的去勇敢的 berdita，
来确保这高安高安斯拉路布拉的你懒得三两分多，什么情况你都可以用的。作为好的朋友，我们要勇敢。OK， 来确保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朋友永远是走对的路。不好讲话，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朋友走的是对的路。OK， 你懒得三两分多，但 Bernard 的 me 本能干干跟 Bernard 这个句子什么情况都可以。所以。这个所谓的 Rakan Sabaya Yang Sejati 真心的朋友 Se Yoganian OK 应该要勇敢的劝告还有这个那个门的故事就是给训话这样子啦本来下地是劝告 Sabah Mereka Yang Bermasa Disprin 任何人有 Masa Disprin 要被劝告 OK 可能 Rakan 的时候门的不干你大概要门念法耶你要劝告他这个是好的意图来门门都干甚至想办法把人来Tindakan sebegini sejajar dengan peribahasa Melayu Bernard berani kerana betul OK, 我是 Bernard, 他跟 kerana salah 我们要因为对的事情而勇敢 OK, 我们要因为对的事情而勇敢而要因为做错事情而感觉害怕 OK, 不要因为不要觉得做错就 whatever OK, 有一个一些女孩子你还讲英文的那个那个 whatever 是要讲用英文讲叫、那个 slang 讲 whatever 对啊 OK whatever 这种东西我们要因为做对的事情而勇敢而不是、哪有这个所谓的错东西感到害怕 OK Bente Kata Pengaruh rakan sebaya yang baik 或是 positive merupakan element 本能度就是一个所谓的 deciding elementAll right, 来好好的去塑造一个人的那个我们的 margin 所以 back to here、哦、我可以讲这个版本这个 template、啊、只要你题目是写大概什么样你都可以用这个段落明白吗这就是一个 template 那怎么样 template 吗就是说 any situation 可以用你看 COVID-19 所以 COVID-19 可以sorry 那个学什么的问题总之是年轻人的问题你就可以丢这个大概什么样明白吗什么年轻的问题要鼓励读书 OK 全部一样你讲要鼓励读书的话就讲这个青色你改去门本阿如意跟大家讲这个我换青色这个我换题目啊 OK 看不同的题目我改的是这个吧如果你题目讲我要让大家爱上读书你全部都好那这个黄色也写什么本木布阿法拉门巴切如果你讲爱国精神全部都抄那你讲本木布什么啊巴特里斯巴 OK、好的朋友带来好处、啊、爱国精神是好处坏的朋友带来坏处啊这个东 Alright 那如果你题目讲 CN 要解决把本阿达西马萨拉 CN 门罗哥 OK 然后因为他们刚刚讲过好的朋友带来好处坏的朋友带来坏处一样的东西了不同 situation 都可以用，明白吗？这个是 template， right？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朋友是很好的，很靠近我们。大概 C D I Google 有时候还比那个 family member 更好，彰显。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劝告朋友做一个对的东西。什么意思？读书喽。敲了敲了门波阿玛拉玛切可以用这个句子。敲了敲了门波什么个阿玛切里斯巴，我们要好好的朋友对的东西，爱国。外国不对吗？对 ，OK。如果吸烟要解决，我们要勇敢劝告朋友不要吸烟，对的东西，明白吗？做家底，让干什么要养家底，真心的朋友应该要劝告和那个门通过劝告门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方法是一个好的意图。OK， 纠正别人错，这个你自己换一换啊，这个你可以讲养地大那个所谓的那个门底啊地大门不压抑。Semangat Patrick Spa 或者是提到 Sugar Membacher OK 或者是杨 Sugar Merokok 看你的题目改 OK So 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你要改变你的朋友不要戏言你要改变你的朋友让他爱上读书这个是他的东西 Template 来的你们明白什么叫 Template 吗就是明白什么情况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总之你的东西是讲到朋友你就可以用它所以考试之前你可以备课Alright, 所以朋友就可以好好的去解决那个所谓的誓言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 Bendekata pengaruh rakan sebaya yang baik merupakan elemen penentu terhadap 那个 terhadap pembukaan 或者是 terhadap amalan pembaca
或是 terhadap 这个 sebenar semangat katolisme 或是 terhadap pengurangan rokok mengrokok konteks sekolah masalah disiplin 之类的 OK 来下去这个 Alright 看你的 situation 总之黄色的话是 depends on your situation 而改变啊 OK 来写写